这可能是 DeFi 最好用的聚合工具。在币圈的世界里，不止边玩边赚，还能边学边赚。大家好，我是加密大聪明。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Zapper， 一个极具空头潜力的 DeFi 资产管理平台。直接来点真实的，它这个怎么赚钱？赚钱效应在哪里？可以看到，第一个赛季等级十级的，价值$350，等级九级的换来的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价值$186。现在第二赛季刚刚开始，新赛季新玩法，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经验奖励。通过集卡可以获得金卡、银卡、稀有卡和普通卡，三张普通卡就可以换一张银卡，以此类推，三银换一金，三金换一个稀有，换完的 MFT 卡片就可以在 OpenSea 上面交易售出了。现在一个金卡呢，有人挂出了 2.5 个以太坊，价值是$7,700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现在这个平台是还没有发币的，所以兄弟们懂得都懂，赶紧来体验交互一下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平台在六月份完成了种子轮的融资，投资方藏龙卧虎，包括 CoinGecko 旗下的加密投资基金，还有隶属 Coinbase 的投资基金也参与了投资。现在第二赛季刚刚开始，要是搞它个50个、100个账号的话，获得的收益将会是翻倍式的增长。但是挨个养账号就会比较麻烦。现在我这里有做代养 Zapper 账号的，不用你手动一个一个去点，我给你养号，养好以后你自己去领 FT。一次养50到100个，还有 Zapper 的工具脚本，有意向的群众们可以加入这个电报群啊，电报群的链接在视频介绍里面。好的，正式进入我们教程啊。 Zapper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 DeFi 资产管理平台，最主要是它可以帮助用户监控和管理所有的资产和负债，从而更加轻松的进行投资。因为本身币圈的节奏是比较快的，它可以让使用它的用户更好的去了解 DeFi 的节奏或者币圈的节奏。我们做交互体验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准备好小狐狸钱包，小狐狸钱包可以在谷歌应用商店里面下载，安装好钱包以后还要配置好这个马蹄的网络。配置马蹄网络，这里有一个网站，在这里搜索你想要的网络名字，它就可以一键配置了。这个是挺好用的，挺实用的一个工具，一键配置。配置好以后，没有马蹄的兄弟可以去交易所里面进行购买，然后转到钱包里面，钱包是主网，然后还需要桥到马蹄的网络就可以了。桥到马蹄的网络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就是用 Zapper 我们这个用的这个工具桥到马蹄的网络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网页，这个网页其实在我之前视频也有介绍过，就是也是跨链的一个这个工具。好的，那是如果你都觉得比较麻烦的话，你可以让你朋友转你一个马蹄就够了，因为他做交互的时候扣的手续费是很少很少的。这些都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点任务，点这里任务，它这里有每天的签到，还有周任务，还有一个一次性的任务。这个一次性的任务呢，就是你在以太的主网里面有你持有 MFT， 然后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完成这个任务它是会加1000的经验，还有1000V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周任务啊，它每个周任务是怎么做的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一个任务啊。我们做第一个周任务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切换到马蹄的网络。切换到马蹄的网络成功以后，我们随便点一个，把你的这个马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输0.001，它都可以存进去。确认以后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周任务这里面领取它的经验值。那第二个任务呢，就是兑换，就是第二个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马蹄换成任意的币种，这里的填写的金额也是任意金额就可以了。兑换完以后呢，也是在这个任务栏里面领取经验。我们可以看到做完的这个任务是有750经验的，然后每天签到呢是120经验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三个周任务呢，它是一个 safe， 这里我们也是往里面存钱啊，这里还有它的年化。我们存钱进去以后也是存任意的金额，存任意金额完成以后就可以去领它的经验。领取完经验以后呢，我们要切换成以太的这个网络，把这个经验堆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领它的这个 MFT 了。兑换经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支付一笔 gas 费才能成功的到账。我们这里看到这里是四级了，我们这里是975经验。点这个奖励栏这里，当你的经验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兑换这个 MFT 的这个奖励。一个普通的 MFT 的话是需要1000B， 就是大概你一周的话，它就能换一个普通的。三个普通的换一个银的，三个银的换一个金的，三个金的换一个稀有。这两个稀有的话是可能是上赛季延续下来的，就比如说你是第一赛季就开始玩了，然后它才可以持续换这个卡片。我们现在如果第二赛季刚开始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这1234567 这八个其中一个，然后你去兑换成一个金的。金的它就会变更值钱嘛。这时候有兄弟要问，就比如说我现在撸10个号，20个号这样子会赚的更多，
因为注册本身它这些马蹄的手续费是扣的很少很少的嘛，每天刷以后可能还会挂换金卡，格局大一点的话说不定以后项目方会有空投啊。但是如果你格局再打开再大一点的话，我这里有代养 Zippo 账号的，这个不用你手动去刷，我给你养号，养好以后你自己去领 MFT 啊，一次性养50到100个，这里还有这个 Zippo 的工具脚本，一键养号。所以如果是有意向了解的兄弟的话，可以加我的这个电报群啊。好的，我们接着看这个 MFT 啊，这个 MFT 呢，点这个锤子一样东西就可以看到这个在 OpenSea 里面挂的这个价格了。好了，它这个点了这个锤子进来以后，它这个普通的 MFT 它有人挂 0.059 个以太坊啊，价值是$183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个 AVA Ghost 它有人挂 0.02 个以太坊，$76有人挂。还有一个稍微要注意的就是，其实你这个经验值可以是先是囤着，比如说你周任务完成了，你的这个每天签到完成了，你不着急一次性，不着急每天都去兑，你可以囤到比如说比较多的经验了，然后一次性兑过去，这样会比较省手续费啊。然后兑换卡片的时候也是需要 gas 费的。好的，那这期的教程就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话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啊，或者可以在我的油管评论区里面提问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订阅加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